睡觉了，好睡。突然间楼下哇哇，哎，肯定进球或干嘛。嗯。One more。什么时候停的呀？刚刚，一两分钟。哎，坐啊。想不想吃？大瓜，来吧。我跟你一块儿，咱俩把它给切掉。小心手。没问题。后天有演出啊，小心。没问题。你累不累？不累。你累了吧？不累。不能刚刚进来马上就睡，好像不太好啊，还是联谊一下比较好。对。Oh my god！ 天哪！天，来，没事。咱们谁有创可贴有吗？抛哥把手切了。手拉破了。这手。这么深就来了，没事吧？叫他们找创可贴，你先别切了，清水冲一下，冲一下。你帮我，我来。好，小心啊，这个刀很厉。没事，阿炮，反正我琴弹的也不好，甭管。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？就要重点保护。有带吗？好了，带上那创可贴了。没事，带上了哈 ，OK。来，没事。有了，正好是赶上欧洲杯，就大家一起就在那看球，就是因为男人是需要有个嗜好的，这个东西就是把一个男人聚，你看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一起看球就熟了。即系你系边噶？你系德国噶？葡萄牙。哦，你是葡萄牙，好了，好，丢一手交易。我同佢德国。我就坚定的跟春哥啊，葡萄牙，好，就是葡萄牙了。这一半都是德国是吧？对，好吧，我们立场不一样，先不要聊天。哎，你是德国还是另外那边？葡萄牙。这样吧，咱一会儿这两个，咱们自己来玩一下，分两个阵营吧，是吧？输了全体50个俯冲，俯冲好吧？马上，一进一球就20个，好吧？啊，就是有进球就20个是吗？对，只要进一个就20个，对不对？别的没有，胸肌全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剃的头有点愣啊。哎呦，然后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做俯卧撑了吗？来了，有机会，来赢，耶耶，搞定了，起来，搞定了。好，来，我组织一下啊。那刚才，这是葡萄牙的，准备好啊，准备好。先拉拉筋，大约20秒以后啊，我们就要做俯卧撑了。OK。来吧，德国队。哎，等一下。